我王子豪，21世纪屌丝界的成功人士，没车没房没家没债没里子没面子没朋友。之前一场风花雪月般的交通事故将我带回到了1400年前的唐朝。我并没有什么超能力，也并没有带着寻找前世女友的任务。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教授浪漫，也只能过过小日子，搞搞小发明什么的，凑合着住在哥今天价值3亿5亿的小庄园里。枕边人也少啊，才一妻一妾一小情，家业我都不好意思提，年薪折合到现在还不到10亿软妹币。最可怕的是我完全没有当公务员的才能，可我那个当皇帝的哥们儿呀，与朕更是一见如故，谈天说地无所不谈，奇思妙想更是让朕大开眼界。现封侯爵，官职一品，谢皇上。我真是不想说他了，总之一入侯门深似海啊。各位高富帅们，小弟我先在大唐替你们吃吃苦遭遭罪，以后的21世纪你们的生活一定比蜜甜。俗话说得好，雷元惊战鼓，剑士动精神，咱还没立威呢。还立威？再立你就威了啊！快开始。哎，好嘞。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们，远道而来的江湖侠客们，侯爷承蒙圣上的垂青，加官进爵，今儿个是我们侯府护院的招工比武大赛，我们招贤纳士，辅佐侯爷。俗话说得好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任鱼跃。俗话又说了，刀枪无眼，拳脚无情。俗话还说了，这大姑娘上轿。哎，行了，别废话，快开始。这就开始，擂台比武，现在开始。各位武林高手，江湖侠客，大家呀都听好了啊，要比武的这边请。入住费啊10文。看比武的到我这儿啊，收费也是10文。怎么应聘你们家家丁还得交钱？侯府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大唐红人王小侯爷的府上，是你说来就能来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来博名利还是真有本事？你要来便来，你不来呀，便是没本事。你要是觉得技不如人呐，那就请回吧。啊，请回吧。比武的都跟我走了，跟我走了。叫不叫啊？我叫，我叫。来来来来，10文。好，你去吧。从那边让。来来来来来。侯府进起招女工，报名费还是10文。等等！无量寿佛，敢问哪位施主上台领教？
样受佛，施主还是认输吧，免受那皮肉之苦。臭和尚，少废话！差人！无量寿佛，施主是个屁！哎呀！哎呀！不是，二娘子，这也行吗？龟佛说可以。哎，龟佛说可以就可以吧。六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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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九。哎咋了，这都是阴招啊，这也行吗？规则说可以。二娘子，咱们到底什么规则呀？江湖规则。我也在那看比武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可来了几个狠角色，那分身那撩阴脚，空前绝了个后了，牛出挂的一次闪电，要不你也进去指点一下？能不能不废话了？快请小侯爷。李吉大人呢？他出轨？出事了！子豪兄，慢点儿，等等我。玉公主，可算来了，等了你多半天了。本宫叫程初快马加鞭去找你，怎么反而觉得比我亲自去还慢呢？马是快马，不过能不能加上鞭就不一定了。哎，那李乐将军怎么了？先别说了，我们进去再说。哎，那程初呢？不解释，走吧。走。我追。李夫人、二夫人、李老将军。哎，夫人，伤势怎么样？怎么都成这样了？李老将军老当益壮。是都这样了，还老当益壮呢？你听我说完。李老将军老当益壮，催年逾古稀。行行行，你别学栓子了啊，赶紧说正题。打马球摔的，能摔成这样吗？然后又被马给踩了。怪不得。凉皮。这伤势越来越严重了，脓疮坏腑的。对，没错。快吧，一路没耽搁。找大夫了吗？嗯，宫里派了御医，刚走。怎么说呀？没办法，只能养着。啊？这要养着可就没救了，真的。一般在我们军营里碰着这种事儿啊，直接就一刀解决了，免得痛苦。李夫人，你别听他的，他胡说呢，肯定能治好。我真没胡说呀，哎，肯定没救了，死定了。公主啊，你要不相信，咱俩打个赌，李老将军要敢活，我就敢死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程初啊，你赶紧下去啊，别在这乌鸦嘴了，下去喝点水去，快走。程家小子说的没错，老夫行伍多年，这点事儿还是瞧得出来的。你们啊，就不要为我费心了，只是想老夫戎马一生，熟悉马背，不敢说熟悉得过我的三夫人，起码
也熟悉得过大夫人和二夫人了，只是到头来却落了这么个死法。哎呀，惭愧惭愧啊。您先别说丧气话，先问问子豪，可能有些新奇的法子，兴许啊。怎么样，真的不行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炒锅炒到越炒越臭，臭锅扔房后，房后有条狗照着屁股咬一口。哎，好了，程兄，就是你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别什么不是，快来抓一把。子豪兄，你说抓一把，是不是蛆？你看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，反正李老将军的命就掌握在他手上啊。哎，公主，一会儿你随我去李将军府，二女你去花露水作坊拿些高度酒来，一会儿我们在李府会合。你在家待着吧，你看着。哦，快呀，曹兄，你我也看不下去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干嘛？小怀让我看着你。此堪非彼堪啊，笨，走吧。李夫人，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啊。情况如何？大功告成，只剩下的这一盒，你们先留着，不够的话再差人到我府上去取。拿着。这就成。这蛆啊，师傅，正好能治李将军腿上的伤。哎，别忘了疗完伤啊，把那个蛆啊给它捣碎，之后喂李将军吃下去，高蛋白。高什么？就是说对他的伤有好处，然后呢再用剑内拿来的这个高度酒在伤口上擦拭一下，给你搁这儿了，剩下的就要看李老将军的体质了。那就多谢小公子了。哎，别客气，李夫人，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公子，哎，慢走。走吧，那个好好照顾。有事儿再说啊。子豪，这肉蛆食腐疗伤的法子也是你家武穆遗书上记载的？不是啊，是生物书上记载的，不过这本书也失传了，我只看过几眼而已。天下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啊。哎，神蛆啊，神蛆啊。哥，咱俩可以再近点儿，听得仔细。就跟这儿，咱俩是密探，行动一定要诡秘。有道理。去。哟，大白天在这浪什么呢？等你回来呢，夫君。那我回来了，你起来吧。怎么了，夫君？扎刺儿，流血了。没，别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，你吐出来，脏。嗯，我这血不脏。不是，血是不脏，但是蛆脏啊。啊！你们俩搬完东西，一会儿把上面的牌匾给我摘了，还有那红布。哎，你小心点，别把它弄坏了。哎，那小蝶，哎呀，我这儿忙着呢，谁有空搭理你啊？我还没说我干嘛呢。干嘛？聊天。你小心点，别摔下去啊。小蝶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那天我就看见了，就这个念什么呀？小侯爷说这个念踢，
梯，哪个梯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后啥字儿吗？我不识字。那你跟这儿凑什么份子呢？我跟你说了吧，这个呢叫做梯台，是明天选代选侍女用的。明天呀，这个侍女站在上边，那个叫做梯台走秀。哦，这个梯台走秀，小蝶真聪明。那明天咱们侯府是不是又能赚一大笔啊？这可不能乱说。哦，不过我也不知道，这都是胡账房在管的。哦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下咱们侯府可热闹了。今天呀，就选了好多个家庭护院，个个都是一顶一的高手，个个都是汉子。哦，快走。还有个汉子中的汉子，喊你妹！哟，阿女这怎么了？吃了脏东西了。吃什么了？成这样？别说，不说便不说，我还没心情知道呢。云家丫头过几天来咱们家串门子。啊，云家丫头啊，那好啊，那过几天叫厨房给她烧几个好菜。我寻思着，咱们家该新置办些东西了。夫人又要买什么呀？不是给我买，是给云家丫头准备的。哟，夫人还大方起来了。说吧，要买什么？高椅和脚凳。干嘛呀？夫君，你想啊，这云家丫头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什么日子快到了？我就知道你不知道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别说。这么痛快的事情得让我说出来。过几天啊，就是云家丫头还款的日子了。现在粮食还没收上来啊，我亮那云家丫头有三头六臂，也还不出半毛钱来。到时候我就坐在高椅上，踩着脚蹬，看那云家丫头怎么求我。哎，夫君，你说好不好？哎，夫人除了最后一句，之前都是在自言自语吧。夫君，哎呀，别挤坏了肚子，挤爆炸了啊！可以，夫君。啊，你要干嘛？尝尝吗？没事儿，扎了个刺儿。哎呀，护账房，你快点把你的好酒拿过来。啊，一个人先喝上了啊！哎呦，我说兄弟呀，啊，这独乐乐可不如众乐乐。嗯。还是咱老哥俩呀，一块儿来两口呗。来两口，来两口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咱老哥俩呀，可有日子没喝了啊。嗯，酒不错。啊，来。嗯，咱侯爷府啊，这次又大赚了一笔哟。咱小侯爷呀，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人啊。小侯爷呀。鬼点子就是多，就拿这次擂台比武，什么淘汰赛、排位赛、复活赛，哎呦，想都想不出来哟。小侯爷的点子就在这儿呢。嗯嗯，您给指点指点。要说这次比赛呀，收钱不多，只有区区十文，但呐。你多参加一轮比赛，你就得多交一次钱，所以呀，多做几番赛事，这进项可就大喽。你说来参赛的这些个高手们呐，他好不容易淘汰了对手，没有哪个愿意啊，因为没交钱就打道回府。嗯，是。故此呢，这赛事啊，就一轮一轮的比下去。嗯。这钱呢，也就一次一次的交上来。废，小的知罪，小的罪该万死啊，娘娘。那就死吧。啊，这个，娘娘，小的二人死不足惜，但是有一事，娘娘不可不知啊。要是废话，先剪了舌头再死。说吧，娘娘。这个李绩本来必死无疑，后来被皇上新封的那个王修给救活了。那还是你们办事不力。娘娘，这个王修他说，王修是兰陵公主找来的，兰陵公主向来跟娘娘不对付，再加上李绩，这宫中
军种，再加上这贵族，全都有他们的人，怕是对娘娘不利啊。你是说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本宫？您的明察呀！在下网测正是。王修其人，本宫倒是见过，虽然他和兰陵相熟，但不像是个喜欢争权夺利的人。娘娘，勾践十年卧薪尝胆，吕不韦二十年奇货可居，人心叵测，不能不防。有道理。你二人从今天起不要管李绩了，去监视王修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意图谋划本宫的证据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，王修想对娘娘不利啊？他想不想对我娘娘不利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不对娘娘不利，那咱俩就不利了。证据到哪儿找啊？证据？没有证据，咱就制造证据。台嘴里的饭也被抢了，狗腿也被咬了，好一个惨烈了得呀！咱野狗了，野人啊，野人！那四个人干嘛的？是啊。哎，你干嘛？哎哎，二女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云家这个死丫头，古灵精怪的，我还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你，哼！啊！